麻烦你。啊，抱歉，能不能大概帮我们说一下这个孩子这件事情发生，你们事前知不知道？那知道之后，昨天晚上来看他，他有没有跟你们透露什么讯息？哦，这个我没有，这个因为卡在那个侦查不公开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你们解释这么多。好，抱歉。刚刚在可能笔录过程当中，这个他的情绪跟状态还好吗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进去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。哎呀。我们没有办法进去啊，嘿，对对对对，我们没有接触到的。昨天到的时候是不是有两个包在一起有哭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昨天第一时间见到儿子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想要的是对被害者家属。好，讲就好了。嗯，好，因为昨天的事情，可能妈妈的情绪或许有抱来抱着小孩子一下下啊。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，因为我们本来昨天我在店里的时候，有很多媒体记者有问到我说，我就说赶上来对那些被我儿子伤害的那一些一个小朋友嘛，一个先生。哦，因为我有用过医院，因为他们还一个还在加护病房，一个还在普通病房，因为毕竟他们还没有办法，还没有离开，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去医院去表达说我对他们的歉意。就像我在屏东讲的一样，小孩子我会跟我的小孩子跟我的老婆一起去面对这一些，但是我最担心的就是那两一个小朋友，一个被我儿子受伤的那两个小朋友，我希望他能，我没有办法到医院去，我希望在这边借着记者在这边，我再深深的跟他们说声对不起，因为我希望他们是他们心目中的小孩子，我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，就像我在高雄，在屏东讲的一样。他们受到伤害比我的小孩子受到伤害更大，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，我也会答应他们，我会跟我小朋友一起努力，包括我跟我老婆一起去负担他们以后的什么事情，我们都会尽力的去帮他们做好，也希望他们够小朋友可以早日康复啊，父母亲也可以重新的得到他心爱的小朋友。啊，我会跟我生病的小孩跟妈妈一起努力的去度过这个难关。我也希望造成社会大众，我真的不会教小孩。我在这边再跟你们道歉一下，说我这个爸爸是失败的。啊，希望那些受伤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，我不求你们原谅我，我只求你们用心的去照顾你们的小朋友，因为我做错了，我对跟你们说声道歉，但是我也希望你们的小孩子可以早日康复，谢谢。好吧，那个身为父母，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想要把孩子教成这样子的，可是孩子之前有没有什么情况你们已经觉得不对劲，或是因为他有就医，是不是你们也有发现到呢？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司法，我们都在跟检察官那边全部都有交给司法，因为现在司法不正开，这些东西我们都有交给检察官或律师，这一些都有跟他们讲了，所以在这边我们没有办法帮你们透露太多。那他原本就医的状况是怎么样？原本之前就医的状况，全部的医疗，比如说什么时候就医，什么时候看病，这一些一五一十的这些状况，我们都有交给警方了。所以现在因为检方有告诉我说检查不公开，所以我在这边不能够多讲，因为我该讲的、该呈的病例啊，那一些我都有呈上去了。所以在这边，我讲的不一定是真的，但是呈到检察官那边的，他们也会统一的发声文稿去跟你们讲。谢谢。有可能打算之后要去医院探望那些伤者。有啊，因为我本来昨天到今天就想要去探望他，只是因为第一个，因为小朋友还在加护病房啊，我们有跟医院联络，但是我们也要需要，说真的，他们是被害者，
我们没有权利去要求他们原谅我们。我们有好几次去跟他联络医院，医院医师说叫我们暂缓，因为毕竟受伤的是他们，我们去道歉，我们的诚意再多，我们就算跪下去，小朋友没有快赶快好，所以我只有借在这里跟大家恳求说，希望他们会看到我们的诚意，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他们。妈妈，您说昨天晚上来看妈妈，有看到孩子，有跟孩子抱了一下，他有跟妈妈当时还有说了什么？没有说什么，就是抱在一起而已。没有跟妈妈道歉，或是说让妈妈伤心？没有，因为可能就是两个就是无言的这样子抱着哭一下这样子，因为他可能身上也有伤啊，他也在不舒服。哎呀，因为毕竟情绪状况，情绪状况就是不稳定啊。对啊，就是不稳定啊，哎呀，因为说真的，我就像你们在问我说他，我就跟你们讲，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很多东西就是侦查不公开，我没办法多说什么，因为小孩子有什么事情不应该是由我这个不负责任做错的父亲去讲，因为再讲他还是错，我。就交给警方去认定他，因为他已经20岁了，他要对他的行为负责。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小朋友，就是对方的小朋友跟那个年轻人，我要对他们负责。其他的我的小朋友，他说真的，我会协助他，因为毕竟我是他爸爸。你说我不舍得是骗人的，我会努力的去帮助他。但是我现在。就前提是在现在的大庭广众之下，我要向各位大众就是说，我这个爸爸我做错了，我应该要陪伴着我这个小孩一起努力，或许他会变成这样，是我没有教好这一些。哎呀，谢谢。还有没有律师？对他的动机，律师方便讲吗？不方便，因为这个涉及侦查不公开哈，所以有关于。病历资料我们都有呈上去，那这个部分地检署他会统一做个说明，这样子，谢谢。好吧，那今天你们同意受访的话，因为我们就没有帮你们特别做后置马赛克，因为你们有戴口罩，这样子应该是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谢谢律师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